清洗地毯的小窍门。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都有把饮料随手放在身边地毯上的习惯，一边玩一边喝着也很方便，但是有时候一不小心碰洒了可就很麻烦了。像固体的零食之类的东西，如果掉在地毯上，我们都知道用吸尘器可以轻松地吸起来，但是液体可就没那么简单了，光用抹布擦似乎效果也不明显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别着急，热心观众的小窍门来帮忙。像这样，我们先在地毯上脏的部分铺上一条湿毛巾，然后把吸尘器的头拆掉，用上面杆的部分垂直地对准毛巾来吸，不一会儿我们就看到毛巾上出现了棕色的咖啡渍，再打开一看，下面的地毯上咖啡渍没有了，窍门成功。